问题解答啊。有什么问题呢？弟兄姊妹就提出来。上节课问题讲到《使徒行传》那个地方，那个问题没解答完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咱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的问题解答向神献上祷告。全能的圣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又进入了问题解答。接着问题解答时，弟兄姊妹心中的困惑都能解决，求你的灵亲自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做运行，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明白圣灵的奥秘。就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说话，接着你自己瓦器的口将你自己各样疑难问题讲述出来，因为你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就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说话，你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保守众儿女，使我们都在基督的真道上合而为一，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的真道上彼此建立，在圣经真道上彼此建立。请你应允我的祷告，把下午这一点的时间完全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求求你托起我们的敬拜和侍奉。但愿众弟兄姊妹所提出的问题都在我们中间得到解决。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了，咱们继续再看《使徒行传》第15章，《使徒行传》第15章。再看第5节，他们这里头就是一伙人专门传割礼和律法，传这两样，所以在15章才产生了争竞，才产生了纷争，大战保罗和他们大大起了纷争。起纷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律法和割礼的问题，对不对？既然是因为律法和割礼的问题，那么雅各现在，等一会儿咱们看雅各他宣讲的是什么东西，等会儿咱们看他宣讲是什么东西。保罗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你要守律法就从恩典中坠落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对。既然这么说完了，那么这些人呢，雅各差遣人，保罗建立个聚会点，他就差遣人到那聚会点去传律法和割礼。保罗建立个聚会点，雅各就差遣人到那里去传律法和割礼。这件事儿是对的是不对的呢？对的。所以保罗当时都气愤地说，那些犬类的，那些犬类的妄自行割的，所以是不是气愤呢？巴不得他们把自己都割绝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到处在传割礼，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使得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是不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要守律法就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既不叫你守律法又不叫你行割礼，是不是保罗当时传的？是的。保罗是因为得到了圣灵亲自的光照，在大马色光照了他，亲自主亲自拣选了保罗，说不做外邦的使徒，应当今天这假如要假设要真设立律法的时候，那么也应当是保罗有权柄提出这个律法规条，不应当是雅各来提出来，对不对？那么雅各今天提出来是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整本圣经就有一个雅各书，就有一个雅各书，没有第二个，而且整本圣经就雅各书上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成义的，旧约说亚伯拉罕是因信心成义，新约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是因信心成义的，新约罗马书说亚伯拉罕是因信心成义的，唯独雅各书这一卷书提到亚伯拉罕是因行为成义，到底哪是因哪个是果？信是因呐，行为是果呀，到底是行为是因，信是果？因信。所以我要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到底这件事情是正面的教导还是反面的教训？我们来看，有许多人把这个正面教导和反面教训的他没有搞清楚，所以在这里就胡乱的，导致有许多人这么多年，许多人就在这个律法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雅各所设计这个四条上，就是教导弟兄姊妹，误导了一大批的弟兄姊妹都掉进坑里去了，导致有许多人不能信耶稣，因为这四条，就因为这四条有许多人信不了，
说我不信了行不行？我宁可不信耶稣，我也不守那四条，是不是？你要守那四条，还不如守个十条呢。他跟不上跟八猪八戒学一学，守八条，是不是？八戒那八条戒命啊，是不是？那就跟猪八戒学一学，守八条戒命就完事了呗。那还多完全呢，你还守四条干什么？我们看这四条到底怎么回事，看看圣经的来历是什么。我们先看第五节，还是十五章第五节，前面那个地方提到的是，提到是什么？前面第一节提到的是割礼，等第五节提到的还是割礼和律法，是不是？对，是。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说没说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呢？说了。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是法利赛人的教门的。对。那么就像我，他们宣讲是摩西的律法，今天保罗宣讲不是摩西的律法，是谁的律法呢？是基督律法，对不对？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是爱，是不是？保罗传的是什么？啊，旧法，是不是？旧法啊，基督的旧法，完全的旧法，是不是？他们传法利赛教门的传什么呢？律法，传的是割礼和律法，这两个法你一定。他们传的是什么？他们传是立功之法。保罗传的是什么法？信徒之法。把这个一定把它区分开，否则的话这段经文你解不了的。否则你遇见这段经文，你就以为我今天必须得守。这是法利赛人教门提出来的，所以当时起到是争竞的。注意看，他们都上了耶路撒冷了，这个法利赛就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教门还要提到受割礼，对不对？前面他们十五章的就因为这件事情，他们起了争竞，起了纷争了，保罗才上去耶路撒冷，是不是？他上耶路撒冷，也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要跟他们强调出来，神拣选我做外邦的使徒，叫我传的是完全旧法，不是叫我传的是什么割礼和律法，是不是啊？叫我传的是信徒之法，不是叫我传的是立功之法，听明白吗？听明白了。那我今天在这里传什么呢？是传信徒之法，是传立功之法？信徒之法。我是传割礼和律法，是传完全旧法。完全旧法。你看，这个是明显的，这圣经特别特别明显的。我们看吧，往下看。所以第五节就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人教门的，这就说明他也是信徒，但是他热衷什么？热衷律法，对不对？是法利赛人教门的。起来说，他们起来说，他们有上帝的圣灵的引导吗？没有。他们起来就说，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你看他们传的是什么？摩西律法，传的是割礼，对不对？往下看，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是商没商议啊？说辩论已经多了，辩论老长时间了，辩论很久很久了。注意往下看，彼得就起来，彼得说什么？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在你们中间就是在你律法中间拣选了我，对不对？我原来也是守律法的，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就跟他辩论这件事，是不是？彼得跟不跟他辩论呢？辩论，说你看我都是原来是守律法的，今天你叫外邦人行割礼守律法，你这不是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吗？是不是彼得跟他辩论了？是的。最大的门徒和最小的门徒，第一个门徒就是彼得，最小的门徒是保罗，跟他们一起起来辩论。注意往下看，而且相信说。得听福音真道，从我口中得听，谁从我口中？外邦人，对不对？得听真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你们的心。借着什么洁净心呢？信，是不是割礼？是不是守律法？不是，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分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不分了。现在为什么试探神？你要给他受割礼和守律法，那不就是试探神吗？对不对？对。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就是律法和割礼，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都不能守，
我们还把它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吗？放在脖子上吗？不用。这狗套还套在外邦人身上吗？我们都套不住，还把它套上了。往下看，我们得救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是因着恩典，恩典是白给的，对不对？是。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了，彼得说完了，雅各就起来了。所以众人呢，都默默无声，谁都不说话了。再说谁敢说话了？你看，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中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说呢，保罗就说，怎么外邦人，神借着我们在外邦人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而且外邦人也归主，就正在说这些事。他们住了神，你看谁插上一句话？谁？雅各是谁？耶稣的兄弟雅各啊，这个是使徒雅各在前面已经是殉道了。耶稣兄弟雅各，我首先在这里强调，耶稣兄弟雅各在这里威望挺高的，是人把他抬举起来，听明白吗？是的。现在圣经里有雅各的话，雅各是耶稣兄弟，今天上帝也借着这件事把他的话放在圣经里，看谁今天凭外貌观人，看你还是耶稣兄弟，所以我就遵守，你还是听保罗的啊。保罗不是耶稣兄弟，保罗是亲自耶稣兴起的，你听保罗的，听雅各。有人说，那雅各是耶稣兄弟，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应当听了吧？凭不凭外貌断人呢？凭凭啊！看耶稣是兄，他是耶稣兄弟，是不是？他就信雅各的，不信保罗的。神今天给我们信徒一个考验，看你今天听谁的。好，往下看啊，继续看。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你看不看？他把他自己的话端上来，请听我的话。你看这一段时间说什么？说外邦人借什么什么也正与圣经符合，这意思与圣经符合，是不是？说到那个地方，马上变味了。19章19节马上变了。所以据我这个还没等说什么，就据我的意见。”他说：“据我给你们提出个建议，就这个建议，听明白吗？”而雅各提出个建议，就成为今天所有教会者去持守的一个什么，一个绝对真理。所以雅各提出建议：“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归附主的外邦人。”这边说不可难为，那边给上几条：只要写信吩咐他们今天祭偶像的污秽客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什么血，因为从古以来，注意看他传的是什么？摩西书上在各城里什么宣传的、传讲的。每逢安息日，他传讲是安息日传讲的东西，拿到外邦人给外邦人诵读，听明白吗？听明白了。有许多人在这个不看圣经，不详细的看圣经。上帝拣没拣选雅各，叫雅各给外邦人写信呢？没有，没有啊，在哪个卷宗上也没有啊。上帝许不许可门徒研究念一个门徒，念使徒研究啊？不许可的、啊。那个使徒都得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对不对？所以再往下看，我们再看雅各在下面说。28节找到吗？找到了。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外邦人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你看，他说圣灵和我们，今天定律法有没有人在那定啊？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是不是人定的？也是定的。这里面提到圣灵和我们，这不有问题吗？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雅各这个话语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啊，定律法的时候是人定的，是圣灵自己定的。圣灵定的。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摩西上西乃山颁布律法是耶和华亲自给他颁布的，对不对？对。神拣选门使徒的时候是神亲自拣选的，对不对？圣灵力我们做全体的监督，对不对？那人研究研出个玛利亚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那是不可以的。他这里提到圣灵和我们，好像圣灵的工作得由我们参与的，然后圣灵管备得我们和我们定义。你看这句话有没有病啊？圣灵和我们，注意看，有一回在网上叫一下子给主题留言的，
就是口味读六言，他说你看这句话这怎么回事，我说这句话也不是圣灵要定义要给外邦人加规条的，保罗说一条都不能守，这个地方说守，你说不有问题吗？啊，有没有问题啊？难道说圣灵和我们，难道说我们还参与到圣灵的工作里头，圣灵和我们一同来定律法给外邦人吗？这要定义轮不到雅各呀，雅各既不是使徒也不是长老，那他是啥呀？啊，他没受到圣灵的光照启示外邦人，唯独保罗受到光照了，对不对？他还赶不上彼得，彼得上帝还降个大兜子，是不是、啊、叫他吃这些污秽的东西，宰了吃吃，他还赶不上彼得呢，对不对？他什么他也不懂啊，他就给外邦人设立四条，而有许多人现在哪一条都不守了，哪一条都不守，就守一条，哪一条呢？这不是血的，就这一条啊，就是不吃血，剩下啥都吃啊，啊，刀鱼也吃，烤鸡也吃，毛蛋也吃，反正这些东西都吃，就是有一样不吃，就是血不吃了。而且他不吃，他告诉别人，你们信耶稣的不吃不行吃血啊，因为血是一切活物生命都在血里头，所以不可吃。他教导别人，呀，刚刚来一个弟兄，刚刚进来听一听，不吃啊，不吃我不信了，行不行？就特别学，你说你们叫因为这个食物叫弟兄弟道，你说你有没有货了？货了。他啥都不懂了，进来第一个你先给他个规条，告诉他不行，告诉他不吃血，啊？我们把这个翻过去，他这里头有问题啊、哦。他说圣灵和我们同证，说我定义不将什么事情把那些事情归给外邦人。再看21章。小子们，21章啊。咱们从第11节往下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把这件事情也要跟这些弟兄姊妹说出来，他要把律法下的人受割礼这件事情吧给他挑明，因为神启示了保罗，叫保罗呢做外邦的使徒。我们看一下，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谁？去见雅各，对不对？因为雅各多处提出来割礼和律法，对不对？所以去见雅各。第二天，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可见雅各是不是长老？不是啊，是啊。你看这里的话你也看不懂啊，他说是雅各是长老吗？是。他去保罗去见雅各，长老们也在那里。你说雅各是不是长老？啊，是长老，长老们也在那里。你看，保罗问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们传教在外邦人中所行一起，只是一一的诉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他们听见完了，对保罗说，兄台，注意这个对保罗说话的是谁呢？就是雅各哈。你看犹太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什么热心呢？律法热心，都为律法热心。今天你为什么热心？说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你看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人中的人要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可给孩子行割礼。你看这是雅各说的话，不可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条，这都是保罗亲自说过的，对不对？保罗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说没说过？说过。腓立比书说过，哥罗西书说过，加拉太书说过，罗马书记说过，对不对？这四卷书记同时都说过不要给孩子行割礼。注意看啊，然后呢要叫他们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条。众人听见你们来，这可怎么办呢？连众人听见你到这里来，非是拿死的把你打死的，这怎么办呢？这谁说的？雅各说的话。注意往下看，像的，这像保罗。你看，不是使徒的来吓唬使徒，不是使徒的来教训使徒，
不是使徒来教导使徒，没得到启示来教导那得到启示的。你看看有没有问题啊？这里啊，这该怎么办呢？你看下面开始教导使徒了，雅各开始教导使徒了。你看雅各是什么？23节，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吗？谁的话？雅各的话。你看有许多人还这地方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这话有没有问题啊？雅各说你是照我们的话去行吧。我们这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什么叫我们这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许愿是旧约律法下的，是恩典下的人、啊、许愿旧约律法下的，旧约律法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有没有问题？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还在旧约里学行洁净礼，还许愿呢，是不是？替他们拿出龟背，还拿龟背呢，就像党费似的。我们入党了，还得拿党费，他们守规条还拿龟背，听明白吗？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叫他们得以什么？剃头，是不是？得以剃头。再往下看，这样。众人就知道你从前听见你不，你教导孩子不要去收割礼这些话，不让他们守律法，不让他们守规条，这都是虚的，对不对？你注意看，众人就可以，你这样照我们的话去行，众人一看见你是照样是遵守律法的，所以这样就不定你，不拿石头打你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这件事是对的，是错的？错的。雅各是教保罗做事，对不对？保罗是得到上帝的启示。你们看，你看不看在这里的毛病啊？有许多人拿回来就守啊，反正有规条拿我就守啊，糊不糊涂啊？简直糊涂透顶了。有许多人他不看圣经，他糊涂透顶。这圣经，所以你详细看，你要不详细看，你能明白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啊？这里边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众人就可知道你从前听见你教导别人不要守律法，以及摩西，以及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以及叫他们不要守规条，这件事是虚的，就是假的，叫人看见你是假的。这是雅各虚张声势，给保罗出个主意，不是教你守的，听明白吗？然后下面说，可以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守律法，好叫人，叫人们看见你是真守律法，你根本从前听见你的话是假的。你看今天你做照顾照我们所的指示你去做，好叫人看你是真实守律法，是不是这么回事？对。你看人就不明白这句话，你说人就不明白，就看不懂。注意往下看，至于信主的外邦人，他又提出来，我们已经写信，已经叫他们切记偶像植物和什么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于是保罗带他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这件事违不违背上帝啊？违背。那保罗为什么要继续做呢？所以保罗，我宁可我自己去受咒诅，在律法下是被咒诅的，听明白吗？我在律法下宁可我被咒诅，我要救那里的人，是不是？保罗，耶稣基督被咒诅来到我们人间被咒诅的，对不对？成为我们罪身形状。保罗为什么要遵死，要去顺从他们呢？保罗自己心里明不明镜？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啊！明镜，你看进的殿还要进的圣殿，那圣殿主后七年被拆毁了，又进殿了。进殿干什么呢？报名洁净的什么日期满了，只等着祭司为他们什么？为他们个人还献祭，耶稣都羔羊都献祭了，他们还献牛羊的祭呢，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啊！保罗这下顺从他们，危险来没来到？来到。下面你看，保罗被抓住了，他险些打死了。往下看，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雅各给出的主意好不好使？不好使。这是雅各出的主意啊，所以这个主意，这是什么？馊主意，馊主意，听明白吗？不要守这馊主意，听明白吗？啊！有许多人在这个地方不明白啊！我这个地方跟你讲清楚了，这是雅各教导保罗，教给谁出的馊主意呢？给保罗出的馊主意。这馊主意不要把这馊主意拿过来守，你要守，你就说明你对圣经根本就不明白，一无了解。往下看啊，
伢众人耸动，下手拿他，伢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他，不然他不要拿，还叫以色列来帮助干什么呢？就是这就是在各城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的这地方的，说和这地方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这什么圣殿。因为那时候保罗呀跟以弗所的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呀同进城了，以为保罗把他带进殿里，合成的就什么震动了，百姓一起起来拉住保罗，拉出什么拉出殿门，拉他出殿门，殿门立刻就等都过什么关了。他们正想杀他，有人报信给营中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兵丁和几个百夫长下去到他们那里见他们，说他们见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链子把他什么绳索，怎么说雅各出的主意呀，这从雅各哪去了？等打保罗之后他们就跑了，他给保罗出的主意，他是谁呀、啊、给保罗出主意啊？他叫保罗守律法，对不对？他把叫保罗行洁净日期拿归位，是不是剃头，这一套东西全是摩西律法里头的，全是旧的祖宗遗传的东西给拿出来。耶稣都上十字架，他把行洁净，你们说这件事是错的是对的？错的。那对错的为什么全普天下的人都在错里头的？普天下都在错里头的。我不是说单你们这个教会天天守着我们雅各四条。雅各是谁？上帝拣选雅各了吗？没有，雅各是耶稣的。上帝没有拣选雅各，上帝也没有借着雅各口叫雅各给外邦人设立规条，对不对？在哪个地方记载？你看在哪？我们再往后看，雅各你看他干什么？他这件事是完事了，还不算完了，到处在传。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在到处在传，到处差派人，他差派人，差派人去传什么？传律法和割礼。第二章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我跟你们讲吧，就我敢将来在主的面前交账。我跟你讲吧，我敢在主的面前去交这笔账，所以你就大胆的放心点。今天看圣经，到底圣经怎么说的？到底雅各他到底明没明白救恩？如果他明白救恩了，他就不能教保罗做那些事情。你看，不是使徒的教使徒，不是外邦的使徒，他根本就没不是使徒，也不是长老去教谁呀、啊？叫被上帝所光照完了的保罗，光照保罗被没被外人被上帝光照？光照完了，打发到外邦去传福音做见证，是不是啊？是不是外邦的使徒？雅各是谁？他什么也不是啊！就因为人耸动他，他下不来这个位置，人把他举起来的，对不对？因此他保罗在这个传福音，他就在这个传什么？传律法，传律法。保罗传福音，他是传割礼，他根本就不传救恩真道。你看这个地方传什么？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就是彼得啊、哦，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有什么可责之处呢？等一会儿咱们再看，我就当面抵挡他。保罗说：“我当面抵挡，小的使徒抵挡大的使徒。”从雅各那，你看提到雅各了是不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就是彼得和外邦人一同什么吃饭，即使他们到了，他们来到，因为他已经怕什么奉割礼的人，从雅各那来的，雅各差这些人去奉割礼去，就你们跟他保罗建了教会，你到那里就跟他们奉割礼，给他看看孩子，给他们行割礼，去给他们说那个传律法奉割礼，是雅各才来的，是雅各这个人未到以前，彼得和外邦人在一起同桌吃饭。是不是在一桌上？等雅各这些人一来到的时候，彼得一看，彼得看下面还来了雅各，
那你看雅各那是人才来的，他马上就撤离了，就跟外邦人什么呢离开，这就表明这里边还有一种律法的鸿沟，是不是？对，还有律法的鸿沟，就意思我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我是受割礼，你没受割礼，所以我要跟你分开，因为雅各人又分割礼了。你看彼得有没有主意啊？没主意。彼得有主意吗？没有。有主意还能与外邦人隔开吗？他刚才说他们和我们都因着信都是一样的，刚才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不是讲外邦人和我们都因着信和我们一样的，对不对？这会儿呢他雅各人来奉割礼了，马上撤去了，你说有没有主意了？没有主意了，马上就没有主意了。所以保罗正因为彼得做这个假象装假，所以保罗当面就说抵挡彼得，抵没抵挡？抵挡。为什么彼得抵挡？他装了假，这一点面交能使全德发起啊，这与福音的真道相不相合呀？这不相合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因信耶稣基督都成了圣洁了，对不对呀？不用受割礼也成为圣洁了，对不对？不用守律法也成为圣洁了，对不对？他俩外邦人和犹太人就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合而为己了。彼得这一撤离，就显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还隔阂，对不对？这一撤开了，就表明犹太人和我们这个外邦人。我们外邦人还是污秽不洁的狗了，对他们来说我们还不洁净，还不是圣洁，因为没受割礼，就因为受割礼才洁净，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保罗当时就抵挡他，你既是犹太人随从，既随从外邦人行事，不随从犹太人行事，为什么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行事呢？当时保罗责备责备他，责备他。然后呢？责备完了，我们看啊，这他如果不责备他，巴拿巴也装假，犹太人人都装假，对不对？你看彼得都装假了，那大伙都装假了。你看彼得呀，他往往他带动过有的时候带动一群人呢，不干好事，你看不看？耶稣复活了之后了呢，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几个群人去打鱼去，他说我打鱼去，他这一说打鱼，看着大门去打鱼去，然后别人说我也去，然后他装假，别人也跟着，我也装假，连巴拿巴都随火什么，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能听懂吗？啊，能不能听懂？彼得装假对是错，记在圣经里，你应当遵守。你说彼得装假，我也装假，因为彼得是大门徒嘛。那不行。啊？这有人怎么糊涂呢？怎么这么糊涂呢？雅各是到处在奉割礼，到处在行割礼，最后保罗说把他隔绝了。我们看一段经文啊。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第二节。要受割礼与你有没有益了？基督与你有没有益了？没有益了。要守律法，基督有没有与你有没有益了？他这里是传两件事，传一个割礼，传一个律法，这两件事情一个都不能守，听明白吗？明白了。第二节找到吗？我保罗告诉你们，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有没有益了？无益了。这割礼是肉体，男人把阴茎皮割掉，是不是？这就割去情欲了，代表割去情欲，那就能把情欲割掉吗？他该有情欲还有情欲，对不对？那不是割的，怎么割？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对不对？是借着信，不是借着，是借着里面心。真割礼是因着灵，不在乎欲望，不在外面肉体手，不在外面肉体痛苦，对不对？听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看呢，我保罗，这是不是保罗说的话？雅各到处在差遣人出去传割礼，而保罗呢却告诉不要受割礼。你说雅各和保罗所传的敌不敌对呀？所以他敌对呀。
再说什么？我再紧张，凡受隔离的人，确实是说他们是欠请权利完灾，是不是欠债呀？我在指着什么行隔离的人说他们是欠刑律权利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什么从恩典中什么罪过了，完了，守律法你看可不可怕？可怕。守律法就像亚当似的，从恩典中罪了，从伊甸园里被赶出去了，神国里没有你份，你守律法你出去，国里神国里没有你的份，因为进神的国不是靠律法，神的义不是在律法以内，不需要守律法，对不对？你要守律法，基督就与你隔绝，从恩典中怎么的了？律法不能守，割礼也不能守，听明白吗？再往下看啊，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部什么？什么有功效？唯要使人生发仁爱的这个信心，能生发出仁爱这样的信心，才有什么？说没说？说没说？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找到吗？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给他割，跟他怎么样？割去了，把阴茎扯，这末根给他割掉。保罗当时的气愤的是，那搅扰你们，他自己把自己那个阴茎给他连根的割掉，割绝了。保罗当时气不气愤？气愤。那怎么还靠肉体成全吗？今天我是凭信心，是靠肉体成全？是信心。信心。简直糊涂，雅各是特别特别糊涂的，不是他很糊涂，很糊涂。今天听谁的？保罗不让行割礼，不让守律法。雅各要守律法，要行割礼，你听谁的？听保罗的。保罗是上帝差遣的神，雅各什么也没有，上帝没有呼召他，他在那里头就是被人捧起来，就是宗教领袖，对不对？他被捧起来，捧起来上不去下不来，他还在那叫发号司令，还得到处在差遣人去奉割礼，你还不明白这是啥意思吗？好了，这个问题解答行不行了？行不行了？有没有理解不了的？有没有理解不了的？好了，下面问题，下面提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实在是太大了，这个问题就一句两句话没办法说明白，反正你不能受隔离，你受隔离你守律法，今天我告诉你，你守一条基督就与你无异了，听明白吗？一点都不能守，听明白吗？不是靠手势，凭信心，不靠手出来，好不好？好。守律法天天犯罪，你愿意吗？嗯。有人说我天天犯罪咋办？天天犯罪，你知道什么叫你知罪的吗？什么叫你知罪的？律法教。律法教你知罪。好，谁提问题啊？拿麦克风。哪位主持人？你的问题要简单扼要，你要提出这到点子的地方。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那段经文，我有点不太理解。五章十九节，律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不是那个地方？不是我。所以无论何人废掉他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是不是？没废掉啊，律法总结是基督，基督诸诫我心里一条都没废掉，律法总结已经是基督了，是不是基督？看罗马书第十章，律法总结是谁？基督。基督了，没废掉，一条都没废掉，全律法都在基督身上了。我把基督接进来，我因信接从基督进到我心里来，刻在我心板上，基督已经住在我心里了，我废掉了吗？我一条都没背掉，我没背掉是用信心没背掉的，对不对？我接受耶稣住进我心里，一条都没掉，因为全力把都包在基督身上了，对不对？没背掉啊，什么时候说背掉了？我因信把基督接到心里头，基督已经住在我心里，等于律法在我里边了，对不对？没背掉啊，一条没背掉，我全守完了。我是凭信心走，我不是凭外面肉体走死背条手，我是凭信心把耶稣基督接进来，只要信。把基督接进来就等于你守了，听明白吗？你看第十章第四节，找到没？
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一条没背。所以我在天国里将来要跟基督一同做王，一条没背呀。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基督就是神的爱，对不对？基督就是爱，基督进到我心里，因信进到我心里，一条没废掉，找到没？找到了。律法的总结就是谁了？基督，已经是基督了。我把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了，得没得着？得着了，得完了，我没废掉，一条都没废。现在全律法都在我身上，心里边，基督就是律法，对不对？律法总结就是谁了？基督，听明白吗？很简单，好了，这个问题解答完毕。还有呢？周姨还有个问题，姐，周姨，你不是要问个问题吗？在我说的时候，你要认认真真听。我给你。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比。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在家中，是不是？那是指什么？不能生育的妇人是指教会我们从前是不能生育的，说在地上不能生育，但今天的安居在家中属灵的生命，不是讲属肉体的不能生育的，说不怀孕不奶孩子有福了，他们的儿女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是指教会所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你看在这里看不出来我们有丈夫，但是我们的儿女现在都在这里，如同什么橄榄栽子一样。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在家中，这句话呀就是表明教会今天呢像撒拉一样起初不能生育，最后安居在家中，上帝给他所留的儿女就是以撒，对不对？安没安居在家中？安居在家中了，所以不能生育变成能生育了，是不是？以利沙伯不能生育，最后怀胎怀谁了？怀慈禧约翰了。生不生育？生育了，这是表明属灵的生育，对不对？表明属灵的生育，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属灵的生育，所以地上我们没有儿女不要紧，但是我们有了属灵的生育，是教会有了属灵的生育，教会有属灵的儿女，听明白吗？好了，问题解答完毕。还谁要提问题？主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不要往肉体想。那边这里，创世纪14章。这还提到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是代表什么？这个撒冷王啊，就是代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撒冷王。撒冷王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打败诸亚不是啊亚伯拉罕打败诸王的时候，他去给他祝福。这个撒冷王预表基督，为什么说预表基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7章，这里面已经指出来了。第7章，你要是熟读圣经，前后约你都读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讲的是指向谁了。麦基洗德他指向基督，是最高的祭司，是尊贵的祭司，有什么？有尊贵的大祭司，对不对？表明耶稣不是亚伦等子，亚伦是属于立位之外，用肉体侍奉神。但是呢，麦基洗德不是用肉体侍奉神，他是超越亚伦祭司这个等级的，听明白吗？是尊贵大祭司，而亚伦是以普通的祭司，用肉体条例来侍奉神的，说他是立位之派，但麦基洗德不是，麦基洗德这个是犹大之派的，这不符合。希伯来书7章1节，找到没？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撒冷王，就是预表基督。但是今天属灵的耶路撒冷在哪呢？在天上，天上的耶路撒冷吗？我们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至高的，至高就是没有人能比过他的，对不对？最高最高叫至高的，至高不上的叫至高，对不对？本是常年为祭司的，但亚伦的祭司死没死？亚伦死不死？亚伦死哪去了？啊，尼泊山，对不对？亚伦死在尼泊山。麦基洗德，你听说麦基洗德死了吗？无死无德，他没死，他是长远活着，预表耶稣基督。他当亚伯拉罕三位诸王回来的时候，他迎接他，给他祝福，大的给小的祝福，这是国不倒的，对不对？这就表明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的等级还大，表预表是他是耶稣基督有尊贵等级的大祭司。再往下看，亚伯拉
己所掳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那么下一辈子给上一辈给等级大的进贡进上十分之一，这也是国不劳力，对不对？他推了名翻出来是仁义王，他又名三冷王，他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宗，与乃是与神儿子什么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掳来上等之物分取了多少？十分之一。这人是何等的尊贵，一般一起的是何等尊贵。那得祭祀职任的是立位子孙的，是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随时从亚伯拉罕身中出来或腰中出来，就是立位子孙。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进贡的进上十分之一的时候，立位人还在那个立位人还没生出来，在哪个？在他的腰中，或者在他身体里头，是不是？在谁身体？在亚伯拉罕身体。就是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进贡的时候，立位进没进？立位已经进了。在他身体的那亚伯拉罕。那我们亚当吃分别上树，我们在亚当里头，亚当犯了罪，我们犯不犯罪？我们已经在他身中已经犯罪了。照样，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立位献没献？献了，已经献了，在他身体里头了，没生出来，已经献了，听明白吗？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我看。这立位也在这里头献上十分之一了，那个这是第五节下半部。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是从亚伯拉罕身中还是照例取了多少？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属，所以麦基洗德的家谱和立位的家谱一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同属的。说到收纳亚伯拉罕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国不倒的什么礼？咱中国反对反过来的，小的给大的祝福，问小的给大的份好，是不是？是啊。中国这个错误，按照是大的给小的祝福，但是今天反过来，小的给大的祝福，完了，这是反过来反教的祝福，是不是？这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是必死的，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给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着，麦基洗德洗德是永远活着，并且可说那送十分之一的立位人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四分之一，纳没纳？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纳四分之一的立位人纳没纳？纳了。他在他身中不也纳了吗？就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先祖的身中，就是在腰中，所以亚伯拉罕献四分之一，立位也献上四分之一，就表明立位之牌是低等级的，麦基洗德是什么？高等级的，尊贵的，至高的大祭司，他就预表谁呀？耶稣基督，所以是有等级。再往前翻，翻到第五章，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你问的问题呀、啊，姊妹，你问的问题是很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其实要讲这个问题，能讲一篇道，这是一个完整的一篇道，就是麦基洗德。大祭司是一篇完整的道，十一节找到吗？说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的话，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傅。你看他提到麦基洗德，前面提到麦基洗德，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归大祭司的，为什么呢？现在咱们还是听不进去。第九节我们看。说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照着谁的等次的？是照着立位等次的，我还守律法。立位等次是靠着肉体的律法归条侍奉神，麦基洗的等次需不需要靠律法归条侍奉神？不需要。不需要。是不是不需要肉体的归条？我们再看第七章。第十二节，找到吗？所以耶稣来了，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就不能照着摩西律法。你再守摩西律法，你就等于怎么的？你就等于把自己这个位格降级了。上帝给你尊贵等级的大祭司，然后你给他降级成肉体的立位等级的。你说你降不降低自己啊？就像人变猿猴子一样，
上帝造人的尊不尊贵？尊贵。然后人把自己降等级的说我是猿猴子是畜生。中国人多无知吧，把自己降把自己降格了，对不对？上帝给你抬举至高，然后你给你降低成为猿猴子。上帝给你抬等级，抬到爱去喜乐的等级，和耶稣基督那个同等级的，对不对？然后你把自己降卑成什么亚伦等级的？亚伦是肉体条例侍奉者，得守规条，天天靠肉体把那手啊，是不是？所以他这个等级是必死的，亚伦是必死的，我们那个等级是不死的，对不对？我们里边那不活的生命是照着麦基洗德等级，跟基督耶稣一样，是有等级的大祭司，对不对？所以你叫基督徒，不叫亚伦徒，也不叫摩西徒，对不对？你是恩典时代的。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往下看，十二节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什么？谁更改的？主更改的。律法必更改，说祭司职任既已更改，律法必须更改。为什么更改？因为等级等次，这个等级变没变呢？我们的等级都变了，律法改不改？改。怎么改的？怎么改的？告诉我怎么改的？外面的变成里面的，石板上变成什么？新板了，属死的变成什么？活着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永远活着，对不对？外面的变成里面，属死的变成什么？活的。定罪的变成称义的，对不对？有限的变成无限的，用墨写的变成用什么写的？灵写的，对不对？基督的灵住在我心里，对不对？用灵写的。有罪的变成什么？无罪的。有罪的，就这么写的，在新版上，是不是？所以律法必须更改，在外面写的都得变成里面。怎么变成里面？主的灵进到我里边，变没变里面？圣灵的律是不是里面的律？律法的律是刻在石头上的律，是属死的。所以麦基洗德这个等次，这个律法必须更改。怎么更改的？我们看，我们现在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照麦基是照亚伦的等次，十一节，七章十一节，找到吗？找到吗？一通来读。从前百姓在立位职祭司职任下任职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呢？假如立位的支派要叫以色列完全的话，为什么上帝还兴起个照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基督呢？这人问话问题到不到家了？立位人要能完全的话，你看亚伦死在什么尼泊山，那个摩西死在约尔山，对不对？他俩都死了，神才兴起另外兴起一位。你看，告诉你，亚伦等次的人不能把人带到埃及，摩西那个等次不能把人带进迦南，唯独约书亚能把人带进迦南，但约书亚也是预表，最后兴起一位祭司来。那位祭司是谁？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基督为大祭司，而且是至高的大祭司，对不对？等级高不高？高。你告诉我你是哪个等级的？耶稣基督等级。你是耶稣基督等级的，是亚伦等级，是你是犹大支派的还是利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是照着无穷之生命大能来侍奉神，而利未支派是照着肉体条例天天守那些条例，守律法，守规条，守割礼，听明白吗？这两个一不一样？不一样。亚伦等级是这样的，那个麦基洗德等级是这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听明白吗？你要哪个？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祭司，对不对？比不比亚伦那等次吧？亚伦是必死的，有死隔绝，对不对？耶稣有没有死隔绝？没有，没有死隔绝。所以我想看啊，所以何必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所以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必须什么？更改。必须是什么意思？就是必然的，律法必须更改，必然的，神更改的，对不对？所以这更改成什么呢？字句就变成什么？经意的，外面的变成里面的，刻在石头上的刻在心板上，外面的属死的变成什么？活的，定罪的变成什么？称义的，靠着肉体守的变成信的，
听明白吗？靠肉体手就变信的，就这么简单。记没记住？往下再继续看啊，往下再继续看。十三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所以麦基洗德的等式肯定不是利未支派，肯定属别支派的。不然的话，麦利未支派的已经侍奉神，他们已经失败了，就不能再从利未支派里抽出来一个人，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必须是另外支派。注意往下看，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人伺候过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你看说的明不明白呀、啊？我们主从犹大支派出来才能做王，从利未支派出来能不能做王啊？不能啊！看没看懂啊？啊，看没看懂？看懂，应该是很明显。再继续往下看啊！但这支派里，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就显而易见了。说他成为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不是给你肉体加一些条例叫你守，好不好？所以雅各给你提出四条，你能不能守？不守。这里面已经明显的，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给你一些肉体的条例叫你靠肉体守。不是这些条例，乃是照什么？不是乃是，对不对？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什么大能。我们侍奉主是不是靠圣灵的能力啊？是靠肉体条例，靠圣灵的能力。所以不要守条例，好不好？你守条例你就死定了。神给你这个给你这个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哪个等次的？麦基洗德。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半截大祭司，像亚伦似的，中途就死了，还是永远为大祭司？永远。为什么永远？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不死的，对不对？死拘谨不了他，所以永远为大祭司。听明白了吗？你看吧。你是照着麦基洗德永远为祭司，完注意看那条例怎么办？律位那些条例能不能用在麦基洗德这个等次的祭司身上？不能。所以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基经过，并不照祭司那个守安息日的。安息日夸夸顶个门徒就跟着麦基就过来说：“法利赛人，你老哟，麦安息日啊，做了不可做的事情了。”因为耶稣，我本来不属于利未支派，你管我吗？我是犹大支派的，你管我吗？你们利未支派的，你们可以守规条，我们有规条，对不对？耶稣不洗手，到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哎呀，这怎么吃饭的时候怎么还不洗手呢？用俗手来什么吃饭？这些规条都把利未人吓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进到店里看，血气呼干的、病的、咒诅的。躺在那个律师大池边的，什么样都有，瞎眼的、瘸腿的，什么样都有。耶稣基督来了，救活一个什么？躺了38年那个什么？你还不明白是啥意思吗？明不明白？这叫显而易见。所以，这卷书这个作者说，我说的话就显而易见的。耶稣不是照着麦基洗德，不是照着利未支派的那个等级，不照亚伦等次，乃照哪个等级？哪个等级啊？麦基洗德是尊贵的大祭司。注意再往下看，先前的条例，人条就是规条，立就是立列典章，因软弱怎么着？所以怎么着？废掉了，条例废掉，外面字句那些都废掉，条例废掉，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更美的指望，我们靠这指望才可得以到神谁的面前呢？才可以进到神面前。你要不靠这指望，你靠守律法，你永远进不到神面前。你信不信？说没说？说了。教学听明白吗？那姊妹听明白吗？啊，那大姨你听明白吗？听明白吗？听明白了。感谢主啊！好，这问题过去。谁？每个弟兄姊妹再来提问题啊，这地方你必须详细听，你要不详细听，你肉与灵不分了，是吧？你肉与灵不分的，你永远你就解不了这个业。前约和新旧约和新约要分开，好不好？这样你一下就看懂，你上去一下开启你的心窍，好。
好，来再来。来，请问王弟兄，那个《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八节九节。哎、嗯，好了，八节。好了，你不用说，说了我知道。约翰一书啊，我在鞍山那个地方讲的，约翰从一书的第一章一直讲到末尾。因为这章圣经啊特别的关键，而且有许多人拿这章圣经给断了，把八节那段，把七节前半给扔掉了。那是一个完整的经文，为什么嘎掉一半？嘎掉一半呢？那边告诉我们不照麦基洗，我们不照有不照那个肉体的条例来侍奉神了。这个地方还照肉体条例吗？我们看，注意看，约翰所写的书针对谁写的？针对谁写的？针对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要对他写呢？他们光信神是一位的，但是就不信神儿子。他说我守律法已经守完全了，没有罪了。谁能指出没有罪呢？你看律法要求不可奸淫，所以我没奸淫呢。我要休息啊，我就给他修出。耶稣当时耶稣说什么？你说你休息的，你说你没有奸淫，你休息另娶的就已经什么？犯奸，耶稣用最高的标准，目的是把他圈在罪里，好叫他成为罪人，罪人好蒙拯救。他就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来就是招罪人的，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是不是耶稣所招的范围呢？有没有在耶稣招的范围内呢？不在耶稣招的范围内。耶稣说他有罪，他说我没有罪，他说我要这个，我自己妻子我要不要了，我就给他什么休书了。耶稣说你要休妻另娶的，就是已经什么犯奸淫，这就表明你是犯权律法的。谁要娶那未休之妻也是什么犯奸淫，这样所有的人都被圈在罪里，好蒙连续，对不对？好蒙表明世人都犯了罪，这是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包括犹太人，对不对？好蒙上帝的拯救。而犹太人说我守律法是完全了，我必须要救世主，我这样就完全了，我需要什么救世主呢？因为他说他没有罪就不需要救世主，对不对？救世主这个名字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意思，所以他说不需要救世主了。他们信不信神呢？啊，信不信神？犹太人信不信神？信神。信不信耶稣呢？不信。不信耶稣，要信耶稣就不能把耶稣推出杀死，对不对？光信神不信耶稣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信神不信耶稣就行了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去。耶稣是中保，对不对？对，耶稣是中保。你要不信耶稣，耶稣就不洗净你的罪，没洗净你的罪，你就不能，圣灵就不内住，圣灵不内住，你就不敢管天父叫爸爸。你听明白吗？你虽然你也是信神，你是宗教徒，你并不是个基督徒，听明白？因为你的罪在你身上，没有人解决你罪恶，你光信神有用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对不对？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才能与父神和好。但犹太人说我没有罪，所以不需要耶稣，不需要耶稣光信神有用吗？这种信，这种信，这是一种什么信？不结果子的信。光信神是不结果子的心，是不是？是不会有好行为的。天天强调肉体的行为，不是有好行为的。他们天天靠着守律法走出好行为，又是立位指派的，对不对？我们看，往下看第五节，从第五节往下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对不对？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好了，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找到吗？约翰福音八章第二节找到吗？不，第十二节，八章第十二节，把这隔上。约翰一书我要查，有的聪明的姊妹，聪明的兄，我一说八就把这个就隔上了，告诉我就隔上，有的嘎就翻过去，翻再翻还得需要时间翻。啊，约翰一书那隔没隔上？一定合上，因为我就查那段经文，我是引证经文来证明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今天查那个血那个问题，牙根的四条的问题，我是来回引用经文来查那段经文，对不对？才能把那段经文解得明白，听懂，才发现了牙根做一件不该做的事儿，不是他做的事，他还得做的。
对不对？第八章十二节找到没？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哪里走，不要得了什么光，生命的光，他说就不在黑暗里走了，跟从我不在，再回头看约翰一书，这群人在哪里走，跟没跟耶稣，这群人跟没跟从耶稣，不是跟从耶稣了，那他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他就还在黑暗里走，证明跟没跟从耶稣，他有没有信耶稣，没信耶稣，他信神，他不信耶稣，光信神不信耶稣能不能进天国，等一会儿咱们看找到没，约翰一书第五章，刚才那段经文耶稣说清楚了，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是不是说了，我们注意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犹太人他光信神说是与神相交，瘸眼在哪里行走，黑暗里行走，因为为什么在黑暗里行走，耶稣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他根本跟从耶稣呢，没有，所以再强调，后面再强调，我们看一下二章第一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章还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三姐找到没，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人，那不认耶稣是基督，因为犹太人不认耶稣基督，是把耶稣定死的，听明白吗，听明白吗，这地方说不认父的啊，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什么什么低基督的，注意看，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他不认子的，他光认有一位神呢，神是一位的，这好使吗，好，咱们大伙都信天老爷能不能进天国，咱大伙这个炉里的所有的人都信天老爷，就信神，咱们今天就奉神的名祷告，奉神的名做事，奉神的名聚会，奉神的名唱诗赞美，能不能进神的国，不能的，为什么，你看这些人呢，约翰一书这些人光信神不信神儿子，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对不对，你必须进入我才能进天国，是这么回事，这个扣在这里头就是个嘎嘎的扣，你那面带子就是嘎的扣，对不对，那两头就是嘎的扣，会解的，一抽着头解开那个头就开了，是不是，不会解的拽在这地方怎么事，这地方怎么事，你越拽越死，因为你不会解的扣，圣经也是这样，会解的从头一解，唰，从旧约一下解到什么新约，你信不信，信，不会解的越拽越死，这地方怎么事，有许多人把这个地方针对基督徒说的，这地方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吗，犹太人说的，他们信神，信不信神，信神，但信不信神儿子，不信神儿子，不信神儿子是不是在光中行，能不能行在光中，不会行在光中，他否认自己是罪人，他说我守律法已经守全了，我也没犯罪了，宝约翰是说你们没有罪吗，你们都是有罪，犹太人都是有罪的人，你别看你有律法，耶稣说了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现在还在黑暗里走，证明你没跟从主，对不对，你光接受的是神，神是独一，你信鬼魔也信的，雅各说的，对不对，这种信法光信神是独一的，能不能进去天国，必须借着耶稣才能进去天国，对不对，耶稣死在十字架才能进去，他否认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强调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福，是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不认子了，所以就没有福，认子的连谁都有了，这里头他说他是与神相交，是不是，你看一章注意往下看，注意第七节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哪里行啊，却仍在黑暗里行，他是在黑暗里行的，注意看，就是什么，说话不行真理啊，注意看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耶稣是跟着我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在光明中行，对不对，注意往下看，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半对，一切神约翰是教，你再给我拿纸来，我这鼻子就出血，
我们注意往下看这段经文啊，没事，你这是小事，这对于主耶稣来说算啥呀？主耶稣遍体鳞伤，为了我们的罪遍体鳞伤，是不是啊？我们算啥？有了这一点的事就是个高原反应，没有什么问题。哎，我的身体还上天给我一个好身体，那不好身体更完了。我的身体就能经历到风霜雨打的。这都是记住啊，这段经文是对犹太人说的，听明白吗？这段经文是对犹太人说的，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外邦人知不知道自己有罪呀？不知道吗？外邦人，我信耶稣才知道自己有罪的，才来信耶稣。知道自己是个犯罪的人才来信耶稣。犹太人说我从来没有罪，我守律法守完全的，我哪来的罪呢？你看律法告诉我休妻就得给他休书，我休妻的时候就给他休书了，所以我没有罪，我哪来罪？都守全了。两个人祷告的时候，在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罪名，你已经看着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义自义的祷告，对不对？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你看我每星期进食两次，凡我所得都捐给你十分之一。我不像那边那个税吏又奸淫污秽又邪荡拜偶像又勒索敲诈的，对不对？我不像那边的，人家税吏却远远站着不敢仰面朝天，仰子捶着胸膛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什么罪人。”而耶稣回去就把应许给他说：“这人回家倒比那人为什么义了？是不是说已经成义了？因信耶稣基督成义。而这些人是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不承认自己会犯罪的，他说他守律法已经守全了，没犯罪，哪来罪呢？所以约翰他就告诉他，你必须来认耶稣，你要承认自己有罪的，你神儿子血才能洗净你的罪。你若不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神儿子不能洗净你的罪，你就不能与神相交，你就不能永远不能成为光明之子。因为唯独认识神的儿子了，圣灵内住了，带上圣灵的兵器了，这样人才能成为光明之子，才行在光中，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指外邦人，我们这群人死在黑暗里。你现在在不在黑暗里了？在。好，看《使徒行传》，
26章。26章，第18节，我们在不在黑暗里头？这是外邦人啊，这是对外邦人说的。17节，18节。26章第17节18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就是救保罗，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眼睛开没开？从黑暗中归向什么？现在还站在黑暗里了？第一是眼睛开，什么叫得救的人？第一个眼睛开了，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不在黑暗里了，是不是？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现在属不属撒旦了？从撒旦权下又归不归向神？又因信主罪得不得的赦免？得的赦免。然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五样啊，哪五样呢？第一，眼睛得开；第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不在黑暗里行走了；第三，是因信主得蒙赦罪，罪得到赦免了，对不对？第四，是和第四是什么？脱离撒旦的权势，不在撒旦权下了，对不对？第五，和一切成圣的人得没得到基业？这人就是得救的人，这个人得救的不在黑暗里走了。所以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了，不在，是不是主说的？而那个约翰一书那些人还在哪里走？在黑暗里走。为什么？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对不对？他没接受这个光，这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没接受基督这个生命，能不能得到光？没得到生命的光，没得到生命的光，因此在黑暗里。为什么在黑暗里？就是因为他不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把耶稣拒绝了。听明白吗？是指对这些人说，不是指对外邦人说，不是指对我们说的。所以有许多人拿这段经文呢，拿过来去针对我自己，说我们就是一个在黑暗里行的人，是吗？是。你要是还在黑暗里头，神的国和你无份。今天耶稣就来，有没有你的份？没有。今天来有没有呢？有。为什么有？今天有。你不在黑暗里了，对不对？你已经跟从了光，所以耶稣说，趁着还有今天，跟从那光，好叫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是不是这么说的？跟从光是谁？耶稣。怎么跟从？信跟从的，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什么？定了。听明白吗？你看这是圣经说的吗？是不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对不对？好，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答完毕。下回谁再拿这段经文端你身上卡，你告诉我那人是你，不是我，听明白吗？那人是在黑暗里没接受耶稣的。谁来提的？还有什么问题啊？大胆的提，放心的提，只要是圣经里的。就是那个希伯来书4:12。4:12。那个这一句话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一句话吧啊，我一直对这个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一块哈，一直不太理解。神的话你真信他了，他就是活泼有功效的话，活泼有功效的话，如果你信这个话，信今天起来还在那话的，好在你身上好像一点作用不起，这就没有功效。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他是活泼的，是不是？是有生命活力的，在你里边也是活泼的，有活泼的盼望，对不对？你里边如果有神的话，有没有活泼的盼望？有。越信越困，越信越死，越信越缩到没有了，越信越把人信的什么，就感觉到有一种捆绑感，那个是不是活泼的？是。越信越没有盼望，这就表明你对神的话信的是字句，不是信的是经义。这里面讲神的道是经义，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然后呢无限住在人中间，还而且缩小成小孩住在你心里，对不对？神的话就是神，对不对？住在你心里，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神的话成为渺小的文字了，跟你的肉眼睛看，有限的眼睛看，成为文字啊？
到你那里又把它化成无数个字，而又把它化成灵，对不对？无限的灵在你身上显现出来，所以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当你真正信的是经义的时候，一定会有功效的，一定是有活泼盼望的。你越信越把感觉到捆绑，越信越感觉到累，越信越感觉到没有指望了。所以这就表明你的信仰一定有问题。你信的不是经义，乃是信的字句，对不对？字句是叫人什么？经义。那你信什么？经义。经义，对不对？经义就是功效的，你要信字句就一点功效都没有。所以它是两刃的利剑呢。这就说明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是如此抛开的，是不是？被神的话语像两刃利剑这个刺入抛开的，你里边没有隐藏的事情，神的话到你里边能把你所有这个骨节与骨髓，甚至魂与灵都能给你抛开。这就表明神的话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正如戏那个路加比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有没有能力？有。神的话不是死的，不是我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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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记记不住，死的不是这个死的，对不对？神的话是告诉你的，神的话在你里面说话，对不对？神的话是活的，在你里面动的，是活泼的。不是一个死的字句来的，死的记在你的一个字句就是死的，是靠你记的。神的话主动往你心里去，神的话主动感动你，神的话是灵，记多少话你的生命就长多少，对不对？这个不是记住的，而是信多少话，对不对？存在你心里的神的话是活的，是动的，是不是？是长的，不是死的，对不对？神的话是生命，是活水，是光，照亮你心，是活水，是浇灌你干渴心田，是灵粮，是喂养你饥饿的心灵，对不对？对。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什么快，能把你的灵与魂与骨节与骨髓都能什么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都能什么辨明，都能把你里边的东西都能给你辨明。是神的话来更改你，不是你更改神的话，听明白吗？这就表明神的话是能把人改变，能把你抛开，能把你修理干净，你信不信？不是你在更改神的话。所以这种话是讲的是神的话是有功效的，是活的，是动的，是有动能的，是能力的话，对不对？是光，是粮，是水，是不是？你说它是你什么？你缺少什么？它是你什么？所以神的话不是没有功效的，这就表明神的话是在每个人里面都起到产生的功效，改变人的，对不对？神的道能建立你，是不是？二十章就是二十一啊，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是神的话，神的道能建立你，不是你建立神的道。不是你遵行他的道，你根本就守不了他的道，是道来建更新你，对不对？是不是？你守住了，你记住了，你那个信神的道，神的道就在你里面更换你，改换你，不将你改换一新，好不好？好。好吧。这个问题完事儿，再继续来。哎，忘记了，那个咱也说三十一上四节，有太多的苦。我不懂么明白。蔡德夫人，我已经在网上已经讲过一次了。啊、蔡德夫人，这里的蔡德夫人就是指教会说的。啊。幕后的教会，蔡德是主物所拣选的教会，是蔡德的夫人。有许多人把这个解释成肉体了。家里我要做一个蔡德夫人，你永远做不了蔡德夫人，你放心吧。你还做蔡德夫人？你能做蔡德夫人？这个蔡德夫人是指幕后的教会。我们今天在这里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是不是蔡德夫人？远处分粮，你看这里头，我简单的给稍微解释一下，财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唯独主耶稣配得财德夫人，是吧？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财德夫人一个教会在上帝眼里看，比珍珠还什么？远胜过珍珠，是不是？比珍珠更宝贵，教会在主的眼里是比珍珠更宝贵。丈夫，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今天有这样的教会，心里就得享安息，这个依靠他是得享安息，必不缺少利益。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却不受亏损，在教会中间不受亏损，在我们中间得到了，不但得到安息，而得到了上帝从我们身上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安慰，主的心得到安慰。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的，
教会真正的教会是叫丈夫得满意的，心灵得满意，有益无损的，有好处无损。说他寻找羊绒和麻，这个羊绒代表是代表披戴基督的羔羊的，是羔羊的羊绒，还有麻是代表细麻衣，对不对？织成的布是表明甘心做工，亲手做工，不是做世上的工，是做主的工，对不对？往下看，他好像船商船从远方运粮，表明他是按时分粮的教会，对不对？给教会弟兄姊妹带到属灵的生命中间，经常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弟兄姊妹。未到黎明他就起来了，就是经常是在基督里面劳苦，在基督里面劳苦，是吧？把粮食分给家中的人，就表明把圣经的话分给那些需要话的人。下面说，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表明是按照恩赐彼此搭配分派主的工。他想得田地，田地就买来，表明他看中田地能有出产，看中田地有宝物，就把田地买来了。买了，正如耶稣说，他人要发现这里边有什么，有宝贝，就把它买来。注意，我再往下看，看见田地就买来。再往下看，说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代表建立神的家教会。葡萄园代表神的家，他以能力束腰，就表明束上真理的带子，使膀臂有力，使膀臂有力，表明那女人要是嫌财的夫人，使膀臂有力吗？这里肯定不是当对女人说的，肯定不是说女人，说教会，对不对？从神那里带来的什么能力，是不是、啊、带来的用有力，膀臂有力，就表明他是有力量能服侍教会，是吧？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头经营的有力，是不是、啊、我们经营的有没有力？做天国的买卖经营的有没有力啊？有力。他的灯中夜不灭，里边灯又有油才能不灭，是不是？童女贞洁的，有预备十个童女，有五个是什么？预备灯又预备油，不灭的只表明里边有油，灭的证明里边有没有油？没有。油就代表神的道或者圣灵说的。再往下看，他手拿捻线杆，表明老在神家劳碌操作。手把纺线车，手把纺线车，表明是为神家铺，为神家施工，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挪亚造方舟一样，制作细麻衣，对不对？制作细麻衣。往下看，他张手干什么呢？周集痛苦人，周集痛苦那个周集困苦人，困苦人表明是不帮补那些贫乏人，伸手帮补穷乏人，表明他是什么？他是把上帝的粮食分给那些缺乏的人。往下看，他不因下雪为家人什么担心？为什么？就表明环境来到的时候，他不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担心，因为弟兄姊妹都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代表圣徒所行的义，因为全家都穿上朱红的衣服，朱红衣服代表救恩，都穿上披戴的救恩，都明白救恩真理的，听明白吗？好，再往下看，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是表明绣花毯子盖的，对不对？铺盖就是表明他是与主联合的，这个绣花毯子表明与主同过。下面说他的衣服是什么？细麻和紫色布做成的，细麻代表圣徒所行的义，紫色布代表与基督同作王。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表明耶稣基督在城门口为百姓受苦。这句话在哪里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把这隔上啊，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哎，你问这个问题太大了，再问一个小问题，疑难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是一个我在网上已经讲了一堂课的时间，我就是简单的给你稍微略略的给你讲了一下。第十三章
十二节，十三章的第十二节，找到没？找到了。把那隔上啊，别回翻回来，那三眼书又弄没了。找到了。十二节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口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好，回头看，城门外是受苦的地方，是长老受苦的地方，那些长老都在做见证，对不对？这是波阿斯的时候，也有过这件事情。好，咱们今天主要不是查这段经文，主要给你讲点一点这个地方。所以她丈夫就是指教会的丈夫是谁？耶稣基督在城门外与本城的长老同坐，同受苦难，对不对？说为众人所认识，耶稣基督是被众人全天下的人所认识的，对不对？往下看，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他不单单给自己家的儿子穿，而且还要出卖，做细麻衣，就是把救恩要往外传讲。传讲这个出卖不是指的卖钱花啊，是指往外传讲主的救恩。好，再往下看，又将腰带就是真理卖与商家，就把真理卖给那些愿意接受真理的人，听明白吗？把救恩真理讲说给那些愿意接受救恩真理的人，愿意来领受真理的人。买是领受，卖是指宣讲，能力和威仪是他的什么外衣，这绝非不是指肉体的女人说的。能力就是教会是上帝能力的彰显的地方，威仪的彰显的地方，对不对？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身体得赎，教会被提，就什么喜笑，就高兴了。他开口就发什么智慧，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教会开口就发智慧的，说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就是仁慈的法则，就是他舌头上有主的话语，有主的真道，是吧？他观察家务，就料理神的家，对不对？并不吃闲饭，听明白吗？料理神的家并不吃闲饭，在神家里头多做主工。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什么？有福。教会都说咱们这教会是最有福的，对不对？昨天还有人说咱们多有福啊，有没有？有你看别人听不见的道，我给你们听，给你们讲的，对不对？完全就把从这个地方先爆炸开来。是，你们从前听过完全就法吗？没有。往下看，是吧？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主耶稣称不称赞你啊？也称赞，是吧？说才德的妇女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就是肉体上的东西，这都不是讲肉体。说艳丽是虚假，外面肉体，美容是虚浮，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就除掉以外与基督一同得荣耀。我是简单的再讲了一遍，因为今天不是讲到是解答问题的时间，你给我弄得太大太长，你给我解这一段经文，那我可就今天就专讲那一篇经文。我能不能讲？我能讲，但是给大伙弟兄姊妹让时间，就是简单扼要的提出疑难问题，好不好？旧约新约都可以，只要在圣经里就可以。好了，好了，再来提。有没有？啊，你说吃圣餐的这个，啊，圣餐的这个，圣餐那个是不是？啊，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就认罪啊，这省察这个地方不是省察罪啊，不是省察肉体上的罪，是省察你所领受这个圣餐是不是基督的饼，基督的身体。祝福完了是不是基督身体？这个杯是不是耶稣血？省察这件事，听明白吗？不是叫你省察别的，因为当时啊，哥林多教会混乱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酒醉，那一个什么？我们先从第十七节看，十一章十七节，女人在教会出风头，当时哥林多教会女人出风头，然后男人在教会中间醉酒混乱圣餐，听明白吗？是不是神的教会呢？哥林多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谁也不敢否定哥林多教会，他们醉酒了，所以不是神的教会；他们混乱了，所以不是神的教会。在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是不是神的教会？
们说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光倒水，别搞糖，搞糖太多的人不行。糖一多喝更渴，再去。找到没？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注意往下看，同弟兄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你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是不是神的教会啊？是神的，是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等不等于神的教会就不混乱了呢？不等于。他们是神的教会，但是特别特别混乱。哥林多，住在哥林多这个地方，神的教会呢混很混乱的。女人呢在教会中间出风头，不肯蒙头。这蒙头不是讲我拿一个东西把脑袋蒙上，蒙头是在谦卑顺服，服权柄，对不对？谦卑顺服，服权柄，这叫蒙头。历代基督在教会中间彰显头，不彰显自己，谦虚卑微自己，虚己，这叫蒙头。这时候女人不蒙头，男人呢？在教会中间把吃的喝的拿到教会中间，明明是属肉体的，说把教会充满了，教会一片充满了一身酒气，是吧？到教会里来把酒都拿到教会来，来咱们喝来，来咱们吃来，就是在吃圣餐的时候用世俗上的饭菜和圣餐给混了。我问弟兄姊妹，世俗饭菜吃到哪个肚子里头？吃肉吃肉，吃圣餐吃到哪个里头了？肉体。记住啊，这两个你把它分别开了。这两个餐，一个是吃地上，我喝地上的水喝到哪个肚子里头？肉体的肚子。我领受天上的活水喝到哪个里头去了？心里心里。这两个你把它分开。肉体的饭菜和属灵的饭菜，这个一定要把它分开。如果不分开的话，这段经文一解就错。100%的错。咱们先看啊，27节，这混乱到一定程度了，所以保罗当时责备他说：“你要想吃，你这个酒醉，那个吃饱了，那个饥饿，那个酒醉，那个饥饿，你难道说你要吃喝没有自己的家吗？你回到家里吃，这是说明《使徒行传》前面那个凡物公用那个就实行了一段时间，就实行不通了，对不对？最终呢，就是各回各的家，你各回各吃各的饭，各喝各的酒，别到教会里来彰显，显得我家里很有钱，有肉有酒，所以上教会里来跟这个圣餐都混到一起去了。教会吃的是什么？这圣餐是属灵的，你吃这个喝酒吃饭，这是吃到肉体中间，你别拿教会人来故意彰显，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解经文之书说，你吃喝难道没有自己的家，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他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可以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注意往下看，往下看啊。23节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主从主领受的，对不对？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掰饼是这时候是纪念主为我死，对不对？纪念主的身体是为我破裂，纪念主的血是为我流出来，跟我立下永约了，是不是？是纪念这件事。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杯，用我的血立的什么新约？你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主。”两件事都说为了纪念主，对不对？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什么？是等到他来呀。注意看，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怎么按理吃呢？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然后有的人就断着这一段经了，下面就不看了。你看，竟是断章取义产生出来的错误。说人吃喝人应当
自己醒茶，必须按着吃。为什么要自己醒茶呢？如果不按理吃，不醒茶，不分辨，下面说，因为第二十九节说，因为人吃喝，为什么要醒茶？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血，就是吃自己的罪。因为你不凭着信心吃，就是罪的，听明白吗？是。你看，听懂了吗？好，弟兄递给你一个饼，怎么说的？姊妹或者弟兄，这是主的身体，是为你舍的，为你掰开的，你怎么说的？阿门，阿门。你同意，这是主的身体。祝谢完了，这个饼祝谢完，拿一张饼，这个无酵饼是表明耶稣是无罪的身体，对不对？无有残疾的，无酵的饼，祝谢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掰开，掰开分给你一个，说姊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说？是我同意，这是基督的身体，说基督身体是为我掰开，表明我吃进这个身体。表明我里面出现一个属灵的身体，对不对？基督这身体为我掰开了，表明我有一个属灵身体，要预备复活，听明白吗？然后紧接着掰拿过来，这是基督的血，是为你流出的，为立下给你立下永约，对不对？你说什么？同意了，对不对？这血不是葡萄汁，这是身体，不是饼的，听明白吗？注解完了就是。身体，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必须这么醒茶。你若不相信这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干饭基督的身体；你若不相信这是这个杯是耶稣的血，就是干饭的耶稣基督什么血了？是分辨这事儿，听明白？人吃的时候不凭信心吃，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不是叫你醒茶什么？不是醒茶肉体的罪，是醒茶因为人吃和不分辨是基督的身体。说的明不明白？说的明不明白？我们这个肉体的罪和肉体在哪个地方结束了？我们看罗马书，在前面受洗完了才吃圣餐，是不是？为什么要受洗完了吃圣餐？恐怕你把这饼和杯领到肉体里头，所以肉体在前面用第六章死了，与基督同埋葬了。我们看啊，第六章第三节，罗马书六章三节，这也是个大课题，这也是一堂课的时间讲的。是不是？其实讲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需要挺长时间才能把它讲得很明白。为什么每一次的先受洗后吃圣餐了？有许多人却不明白这个理儿。肉体，这个受洗是肉体归入基督的死，对不对？是。肉体死是罪身灭绝了，不再做罪的奴仆才能看。是罪身灭绝了，不再做罪的奴仆才去领受圣餐的。听明白吗？有没有不明白的？第六章第三节找到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为什么要死？肉体没有良善，所以要归入基督的死，对不对？是。肉体不能行出善死，所以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基督一同埋葬，对不对？埋葬完了之后呢，才去领受圣餐，把肉体堆成灭绝之后呢，才去领受圣餐，使我们不做罪的奴仆了，才去领受圣餐，对不对？对。是不是这么领受的？我不知道你从前是不是这么领受的。是的，从前就这么领受的。啊，我们都是在吃圣餐之前使劲儿认罪，使劲儿这怎么得罪人了，怎么这个、这么认罪，认完了之后还别流出眼泪，要好好的回一声苦。我今天告诉你，我要把你带到圣经里头。我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先受洗后吃圣餐，对不对？对。圣经是受完洗，罗马书六章受洗，到了哥林多第十一章还吃圣餐，对不对？对。你们说是先吃圣餐是先受洗？先受洗不能吃圣餐。对呀、啊，受洗代表什么？洗净了，我肉体罪，心灵的罪，借着耶稣血洗净了，对不对？对。借信耶稣洗净，但是这肉体的过犯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和肉体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了，这时候才去领受圣餐，义人才去领受圣餐，对不对？对。没有罪了，罪是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的人才去领受圣餐，是不是这么说的？往下看啊，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把这旧人埋葬，好不好？
这时候领受圣餐，不是领受在旧人里头，乃是领受在新人里头。新人就是没有，就是已过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才去领受圣餐。不是旧人靠肉体去，那个老肉体又出来，把那肉体又吸了，使劲见那肉体的罪，糊不糊涂啊？看圣经怎么说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谁呢？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死了又活了。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先联合先受洗，耶稣在十字架死，我们借着洗礼和他联合上，对不对？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才去领受圣餐，对不对？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神灭没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人是脱离罪的人才去领受圣餐。谁说的？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你看，叫我们就罪神已经灭绝了，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的，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时候你来领受圣餐，还做罪的奴仆，还在肉体活着，领受圣餐吗？保罗说：“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再去领受圣餐。活着还是你，还在肉体的，还是罪人，你领受什么圣餐呢？你乃是在亵渎主，你知道不？不是在我们认罪。”都把圣餐吃到哪去了？去领受，你按照警察肉体罪去警，就是表明受洗的时候他不相信肉体，定死了埋葬。受洗就是表明是带，是一个表明，表明我的肉体罪身已经灭绝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旧人已经灭绝了。这时候不是用旧人来领受圣餐，乃是用哪个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新人去领受圣餐。所以把基督的身体领受进来，保留把基督的血和身体到你里面，你根本就被存住。你吃到哪里去了？吃到肉体里了。吃到这个旧皮囊里的，旧皮囊一会儿就吃完了，就上厕所里把它什么变出去了。没有这个基督的身体，你把什么当做神的殿了？肉体，肉体就是神的殿，就把这当神的殿。有没有人就把这肉体当神的殿？啊？不能。有没有？我没跟你讲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把肉体当成神的殿了，啊，就把这个必死的帐篷当殿了，啊，我们心思，我不是抓住时间了，告诉你，这玩意儿不也是心思是的，你还没说是怎么了？你不要看他八九十岁，他就一百岁、一万岁，他该糊涂他是要，是不是那么说的啊？咱们不说假话了。我今天跟你讲的不是老牧师讲，我今天讲的带着圣灵跟你讲的，对不对？你这个是我就问弟兄姊妹一句话，今天肉体接着受洗埋没埋葬？埋葬了。灭没灭绝？灭绝了。已死的人脱离罪？脱离了。脱离罪，肉体接近罪都埋葬了啊！现在从现在开始领受圣餐。领受圣餐，这时候的肉体已经死了，埋葬了，不再做罪的奴仆。领受圣餐，吃到哪里去了？吃到灵里，吃到灵里，不要吃到肉体，吃到肉体变到茅厕里。羊，你反过来，你说我里面哪来有一个新人呢？我里面根本没有新人，我这就是新人，这就是神的殿，就把这个肉体一死的肉体当神的殿，看这个肉体如同相对看它是什么，是不是？已经不是我了，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我这时候再去领受圣餐。我要把这个当成什么？这就饼祝福完了，就不是饼，是什么？耶稣身体。我领受进来，表明基督的复活身体现在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我把这杯领受进来，喝了。这喝水。别说这祝福完了，祝福完是什么？血，耶稣基督的血。他说：“这是我的宝血，跟你们立下的什么？新约，对不对？立没立完新约？立完了。”好了，祝福完了就是耶稣的血，没祝福它就是一个葡萄汁，对不对？对。祝福完了它就不是葡萄汁，是基督的血。基督的血进的吃到肚子里头了，还吃到心灵里头。心灵要吃到肚子里头，变到茅厕里头，你里面就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你里面也没有基督复活的身体。说你都吃哪里去了？有许多人糊涂涂啊，警察这个肉体罪，他就一旦警察肉体的罪，他就否。
保证了在前面肉体已经跟基督同死同埋葬了，就保证了这件事。唱那歌的时候，受洗就说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完全了，你看，完全了了，完全了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这边告完全，那边请查受洗罪，你说矛不矛盾呢？矛不矛盾？一说我们不还有肉体，谁叫你凭眼见了？信息是不凭眼见，谁叫你凭眼见了？是凭眼见吗？不是。那到时候我们讲讲了，心就两个人说。我明天可明天如果问题解答不完事，明天还有一天解答问题。后天我就要讲什么？我讲二两个人，两个约，两种果树，两种什么？两等根基，是不是？根基是。哎，心就两个人，是不是？两等皮带，是不是？两等羊，是不是？我就全讲两个，全是两个，一扫雅各，是不是俩？对。是那个亚当和基督，是不是俩？是。扫罗王和大卫王，是不是俩？法勒斯谢拉，是不是俩？是不是？以斯玛利和伊撒，是不是俩？俩。这全是俩，就给那俩，我这俩拿出来，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俩？俩，而且都最后俩都分开了，都分开了。为什么分开？一个旧的，一个新的，一个灵是一个肉的，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约的。到时候我给你讲出来。这个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就在圣经摆着的，他都看不见。为什么？上帝蒙蔽了他的眼睛，有许多人上帝不让他看见。看是看见不晓得，因为他不能谦卑。看是看见不晓得，听是听见不明白。有许多人为什么也来到这里，来走了，走了，上帝说说好了，你就活该吧，就永远不要明白。甚至有人临到死的时候眼睛闭上，他都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没明白。这一生啊，吃了一生的圣餐，所以说没明白圣餐到底啥意思啊，吃了一辈子都当那饼吃下去，是不是白吃了？就是白活了，耶稣说白活了，吃了一辈圣餐，吃圣餐。我那这上回在别的地方遇见这个大姨，80多岁带教会，信了80多年，他家是祖宗遗传的信，遗传下来的信耶稣，80多年了，印了80多年的罪也没印清，到吃圣餐的时候还印罪还没印清，你说都吃哪去了？不吃肉体。我看都是偷吃狗肚子的，还有剩下都吃狗肚子，根本没吃主的主要那些人里面去，就是可不可怜呐？有的人简直太可怜了。这里边醒茶是什么？醒茶，因为我们若吃喝的时候不分辨这是基督身体，醒茶这件事对不对？就是吃自己的罪，因为我不是凭信心吃的。就吃自己的饼，警察这件事，主啊，我今天我吃这个饼，你赐给我信心，我是领受这个饼是基督的身体，给我这样的信心，因为我领受的饼不是饼，乃是谁呀、啊？基督的身体，给我这样的信心，好不好？因为我领受这个杯是谁呀、啊？是主的血。现在因为我已经死了，埋葬了，现在活着已经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活着，对不对？所以呢，我领受这个饼。和这杯都是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基督身体为我割裂的，对不对？是我一次献上身体就是我成圣，基督的血是为我流出，跟我立下了什么新约？是不是醒察这件事？而你看他们不是醒察这件事，他正好和圣经反了。圣经这里根本就没有说醒察肉体的罪，你看哪有？有吗？有没有？不检查你的罪，就检查你的身体。那圣经明明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就把他去品察的肉体行为。肉体行为不跟基督同死，肉体行为你能板吗？你是板好的吗？那是板好的吗？不是，那是因信呢，跟基督同死解决了救人的问题，是不是？是不是跟基督同死解决最救人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对不对？那罪是灭绝了，不再做罪的奴仆，再去领受圣餐，是不是这么信的？不是这么信的，
就有问题。有许多人呢，根本做传道人都是别人抬举起来的，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主的清楚的呼召，他就起来做传道人，做上去下不来了，完了就卡在那个地方。你说想下来吧，他掉面子，对不对？你说不下来吧，还啥也讲不出来，啥也不懂，全在肉里活着，就上不去下不来，就在那个地方卡着那个地方。你说毁不毁了这样的？啊，耶稣说什么？凡自高的必要什么？降为卑。那自高卑的必要什么？升为高。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你越谦卑，主说我就给你。你不要怕面子，你今天别人抬起来了，但今天你要降卑下来，降服下来，不懂就是不懂。别不懂还装懂，这等人最可怕，不懂还假装懂。有的人在圣经了，做了好多的传道人，圣经一遍都没看完呢，他根本就不懂圣经，来凑合凑合，上这划了点资料，上那划了点资料，根本没有圣经赶到上，干巴巴去在那讲，讲了一通下来，反正喂不喂饱，草驴又草，饿不死驴就完事了，就这出，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是对神的教诲是这样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吗？草驴有草就饿不死驴吗？是这样对待吗？牧师很有权柄，愿意把谁开除了把谁开除了。将来上帝要把他开除，他开除别人，像巴兰似的，他想打驴就打驴的，说那个神的使者说。他说若不是驴躲过去，我早把你杀死，留驴给我做先知了。你个先知根本就不是上帝代言人，不是说圣经的话，上帝将来有我把你杀死，然后留着驴留驴给上帝做代言人。驴做不做代言人？先知本是耶和华的代言人，是不是？好了，这个问题解答完毕。还没有，以后那个什么，就是说我们就是偶尔的被过犯所胜了，该怎么办处理？什么是被过犯所胜？你先说一下。好比说我们现在你看啊，这个月的1号吃剩他们，或者我们这是从这个1号到下个月的1号，中间有时候无形中犯了罪，该如何处理？犯了罪的就是被过犯所胜。对。哪个地方说犯了罪就被过犯所胜？你我就是说是一下子我们那不注意的时候，那有时候就犯罪了。你干什么要注意不？你干什么要达到用自己的手不注意了不犯罪了呢？人大卫说，凡活着的人在你面前没有是一个是义的，因为思想行善不犯罪这样的义人，世上实在找不到。能找到什么呢？因信诚义这样的义，能找到这样因信诚义的义人，找不到思想行善不犯罪这样的义人。你为什么要在主的面前总要靠行为达到一种标准？手啊手住的，千万别犯罪啊、哦！犯罪的那是你给你自己定一个标准。什么是被过犯所胜？看加拉太书6:1。什么是被过犯所胜？被过犯所胜和今天我有过犯，肉体里有过犯，这是两件事啊、哦！你要把这两件事分别开。我的意思说就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我就是讲这件事儿，那件事是借着受洗处理的，受洗过犯与基督一同埋葬，你信不信？就是告诉你信不信，我的肉体的过犯，上帝不按过犯待我的，这件事你信不信？啊？等一会儿咱们就查，上帝不按过犯待我，不照着行为待我的，不按照过犯纠察我的过犯了，不照着我过犯来天天来按照过犯来待人了，因为什么？因着信。第6章，等会儿咱们讲，咱们把这件事提出。第6章1节，第6章，加拉太书6:1，什么是被？首先我要把这个阐明，什么是被过犯所胜吗？到底有许多人说我是被过犯所胜，你知道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吗？有人说我今天我就是我没管住，我骂我孩子，就叫被过犯所胜，这就被过犯所胜。被过犯所胜是迷惑人的，对不对？我们看第6章1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没什么。没有这段话是被过犯所胜的。那么这里边说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是经常的吗？不是经常。偶然是不是经常的？不是，不是经常的。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什么是偶然呢？就是偶尔
就是多少年不遇上一次，偶然就遇上一次，对不对？但是你肉体的过犯是不是偶然的，是经常的，对不对？对，天天有，这就是肉体。就算你肉体没做出来，心中的意念，这个肉体的那个里头邪情私欲有没有？有，那是经常的。经常和偶然一不一样？不一样。好，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人走到那山坡上，那后山的山坡上，他也累得够呛，上山去了，跑得够呛，累得走到那地方一屁股坐那去，坐那就连渴带饿的，就发现那边有个萝卜地，那萝卜地是不是他的？不是，他又饿又渴，上那边就拔一个萝卜，就把它吃了，就把这萝卜吃了，吃完也解渴也解饿，完了一拍大腿，完了，我犯罪了。这叫完了完了，我犯罪了，这神还能要我吗？神还能要我了吗？我这都信耶稣了，我是个基督徒，我拔人家萝卜，这还能进天国了吗？啊，你说能，他说不能的，完了。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因为拔萝卜这件事情胜过他的信心了，他怀疑上帝还要不要他了，这叫被过犯所胜，听明白吗？过犯，我因为拔萝卜这事情过犯，对不对？胜过我的信心，怀疑上帝还要不要我了，这叫被过犯所胜。所以这是不胜，经常是偶然，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在我们那地方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传道人，上在市场去买菜，中午他们家聚会，就像我们这在屋里聚会呢，在他们家聚会，就这么聚会。聚会传道人上街里去买菜去，就是哈腰在那挑菜呢，这个钱在他后屁股兜里去。小偷来拿大镊子伸在后屁股兜里去夹那钱去，然后呢，这夹那个裤兜绷得紧呢，没捞出来。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感觉了，回头就把这个手就给捂住了。回头一看，小偷那个镊子也拔出来了，是小偷也被他抓住了。这小偷，哎呀，大哥，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管我脸，走，就这起来。那个传道人拽小偷就走了，走，他干嘛去啊？走，跟我上一个地方。但是大哥，我都进去好几回了，别忘了带到公安局，只要你放了我，我怎么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你走，跟我去个地方。今天你跟我去个地方。也就七点半，四点半呀。他说你今天跟我去个地方，你要跟我去个地方，今天你要不去，我就把你带到派出所，就把你扣起来。他说那别，我跟你去，他就去了。去了进屋，正好在那讲道，工人在前面讲道，然后他说你是坐在那个地方不准动啊，听，找两个弟兄看着他，听，你今天还听明白了，信了耶稣呢，我就不把你送到派出所，你要听不明白。一会儿呢，我们就把你一同带到派出所，就把你扣起来，因为你偷了我的钱。大哥，我听，我一定听，就坐在那个听，听，他就忘了自己还是在偷人家包了，就搁那听直眼了。这传道人正在讲以赛亚书第53章，是吧？讲那个还讲54章，他说是说什么呢？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上帝，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他一下听懂了，说说我要信耶稣，后边这句说我要信耶稣。完了，那个工人说你要信吗？要信，我带你做一个祷告吧。他说行，做个祷告，他就信耶稣了。就这么天天就聚会，一到聚会他就去，一到聚会就去，就经常去聚会。这个小偷现在就已经重生得救了。重生得救了，你看，就这么信的耶稣。然后呢，他有一天一大清早，他都聚会一个多月了，一大清早，上街里溜达完的时候，人家正好那个卖馒头的地方，就是一屉一屉馒头，一笼一笼馒头往外递，好卖呀。白忙忙买了，走那天他就饿了，他也馋了，那么。走了完了之后就吃了，吃完馒头一拍掌，完了，我都信耶稣了，这还犯罪，又偷人家东西，吃完了后悔了，再也没去机会呀。你知道为什么不？他犯罪了，再也不去聚会了。隔一个礼拜没去，再隔一个礼拜又没去。完了，这个工人说不行。咱们得去几个人去找一找那弟兄，怎么不来了呢？他们就
骑着车就去了。上他家，上他家，这个弟兄正在那厨房都忙活了，一看推门进来，哎问，他说弟兄你在家干嘛呢？他说哎呀，就觉得不好意思，脸通红的。他说怎么的了？怎么不去聚会呢？去了。他说你怎么又重操旧业了？他说不是，我妹。那你怎么不聚会了呢？他说哎呀，我不瞒你说吧，其实我今天不聚会是有原因的。那天早上我在街里，人家卖馒头，我偷个馒头吃，从馒头馒头吃，我就这心里太不得劲，就不想去了。我觉得上帝不要我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他现在用行为衡量自己，他饿着吃一个馒头，上帝是看中他的灵魂，是看中他吃个馒头。上帝会不会因着这个馒头就定他罪呀？不会的。但是他因着偷这个馒头，他就不信耶稣，就是因为偷馒头这个过犯胜过他不信耶稣了，胜过他信耶稣这叫过犯胜过他的信心，听明白吗？有这过犯胜过他的信心了。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有多少过犯，老了都过犯了，亚伯拉罕却没被过犯所胜。什么叫被过犯所胜？不是有过犯就叫被过犯所胜。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呢？就是因为我有了过犯，我怕上帝因这过犯定我罪，不要我了，这叫被过犯所胜，听明白了？能听懂吗？听懂。被过犯所胜不是那个我今天有个过犯就被过犯所胜。彼得在麦地里经过的时候，啊，大伙耶稣也经过，他们饿了，掐起麦穗，那麦穗是他的吗？不是，掐错了就吃了。法利赛说：“你看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情。如果彼得当时完了，我掐麦穗了，耶稣还能要我？你看耶稣责没责备他？没有，耶稣没责备他。如果彼得因为掐麦穗这件事情就不信耶稣了，那就叫被过犯所胜了。听明白吗？听明白吗？听明白。因为掐麦穗这件事不信耶稣了，大卫在殿里吃了陈设饼，是不是过犯？是。如果大卫因着吃了陈设饼就怀疑上帝还要不要他了，那就被过犯所胜了。”如果他吃完陈设饼仍然不怀疑上帝，因为上帝说称义乃是有许多过犯称义的，对不对？许多过犯上帝都称义为义，你信不信这话？我有许多过犯，我还相信上帝不定我罪，称我为义，这叫信心，听明白吗？不在乎行为的信才叫信心。你总强调行为，那个信心那就不是信心。你总上帝按照行为待我，上帝告诉你了吗？即使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神所不在乎的，你信不信呢？信。你信不信？信。按照行为，你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吗？不能。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一个什么指路的明灯，在那里头就成为他在恩典和恩典律法与律法之间出来一个指路明灯。他说：“告诉我，你们要效法我，我要按照行为，不能讨神的喜欢，但是我是凭着什么信心讨神的喜欢。什么叫被过犯所胜？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过犯，我怕上帝按照过犯待我，所以呢，我就不信耶稣了。过犯胜过我的信心了，听明白吗？这叫被过犯所胜。所以这样做道理能迷惑人，听明白吗？能引诱人，能不能听明白？”好了，我的问题解答完毕，今天到此为止，晚上再继续吧，咱们一同来祷告。晚上继续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如果是弟兄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问题要不明白的话，晚上我再继续来解答啊，还有许多的例子给你解答，而且是圣经上的例子。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你的话，并且将疑难的问题得以解决。求你在每个弟兄姊妹心中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心窍得以开启，能以明白圣经各样的奥秘，使弟兄姊妹在这弯曲邪恶悖谬时代如同明光照耀，使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你的应许。因为人是失信的，主你总不失信。因为今天你必照着你的圣经应许给我们，你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人的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今天我们必须按照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按照行为，因为旧约是按照行为，新约是按照信心。就求你来引导我们，都凭着信心来仰望你的应许。你既然是信实，你说你不定我们罪的，你不再纠察我们的过犯，你不再按照过犯来带我们了，你就不按过犯带我们，你这是必定的，因为这是新约所给我们立下的永约，你非要照着你自己所立下的永约给我们成就。听我们的祷告，愿颂赞荣耀全名归给我在身上的圣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